在玩交友软件好了，你们会怎么样跟对方打招呼？要不要来家看猫？我没有养猫哎，但就可以来看狗狗也不错。那我只好可以来看看我。欢迎来到娱乐百分百。Yeah! 我搞男朋友。搞阿忠啊？哎，你要English的呀？我英文很好，很好。讲完了，老公。讲完。全新爱情喜剧电影《沙利》集结三金卡司刘品言、林柏宏、李英宏一同下乡杨靖表台，更结合为爱勇闯法国追爱的故事，也让人好奇三人剧中的角色。Hello， 大家好，我是柏宏，我在《沙利》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伟宏，对，他是一个肌肉摊贩，然后呢，他生活在东势山区，然后在《沙利》这个电影里面呢，他是即将要结婚沙利的弟弟。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我在《沙利》里面演的就是沙利的林慧君，他就是一个被称之为胡姑婆，难以启齿。对，胡姑婆是有点难以启齿，我本来想要讲的是颜值最高的。可以啊，可以。大家好，我是林宏，我在《沙利》里面饰演的是阿豪这个角色，伟宏的好朋友。他是常常开着这个地影机去他们家送一些小鸡啊，还有一些饲料，好像是为了要跟慧君有一点点这个互动，然后在最后好像有一些开放性的结局，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电影除了主要描述饰演乡村农夫的刘品言远赴法国追爱，练劲宏导演更让刘品言、林柏宏、李英宏与近千只鸡对戏，让他们印象深刻。有一次我拍戏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只鸡直冲着我走过来，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应该就要跟他对戏了，只好问他说，那你还好吗，有没有怎么样，他就把他眼睛翻给我看，然后我就想说，哦，那个眼睛真的有点受伤，所以我就只好关心他说，你怎么没了，把手拿了秀秀，然后我就这样摸他的脖子，然后这样呜呜呜好了，然后就走了。换刚那一段很像鸡传神，果然是跟鸡很熟的人。谢谢。因为我们在现场有很多只鸡，他们其实比较辛苦，因为他们有很多特性要拍，是，对，所以他们常常会被控制，然后被管得好好的。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打哈欠，他这样你也蛮传神的耶，然后我就很惊讶，哦，你也知道你很早起，好不好，就觉得蛮酷的。那英宏呢，你刚刚前面两位都演那么传神，比较有趣的是那个鸡他走一走就会突然大便，就是他控制不住，才知道说，原来鸡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那个，对，说来就来。那平常我跟鸡怎么样培养感情？光是场景本身就有60几只，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去到现场的时候，就是会先进去跟这些母鸡们打声招呼，尤其是他，伯伯每次都会进去开始说，哎，你们生蛋了没啊，宝贝？生蛋了吗？对，都会叫宝贝，是不是？我会叫宝贝，然后就把他们宝贝拿起来放到嘴巴里面吃，直接这样吃，因为很新鲜。然后那个机场老板就大推说这个东西又营养健康，然后又非常的干净自然的，对，所以我就把这个早餐吃生蛋的部分推广给全剧。没错，在剧中就是像慧君，就是你明明知道可能对方是一个诈骗，就是叫软体，但你还是执意要去法国。但在现实生活中，你这么疯狂的去追爱，本身追爱之题就已经是偏疯狂的了。大家会说啊，这样子的网络交友会有诈骗啊？可是说真的，平常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不是也偶尔会遇到诈骗吗？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还会不会做勇敢追爱的本身这题，我觉得会。在感情里，大家都会是执迷不悟的人吧。这部剧有交友软体吗？主要是围绕到交友软体。假设好，在玩交友软体好了，你们会怎么样跟对方打招呼？因为我看听到很多人都说，交友软体的开头超级难。我刚刚在上一个访问的时候，听到英宏有一个最棒的，我想要请他先示范。好，就放个照片吧。放什么照片？宠物的照片。然后第一句话呢？要不要来家看猫？啊，有成功过吗？我没有，我只是说想象。对，想象的，对。那另外两位你们会怎么样？我没有养猫哎。但就可以来看狗狗也不错，没有那我只好可以来看看我。专美食啊，对，美食，吃美食，一起吃个饭。Sally, Sally, how are you? Sally, Sally, how do you do? Do do Sally, Sally, how are you? Sally, I'm here for you. You are not alone. Sally, how do you do? Sally